来，各位好，请上座哦。请起立。今日请坐。各位同心哈，大家安坐。老家苏家，咪好咪上哈。咱所有现场诶同心，以及咱伫第一教室啊做即个转播，即个所有诶同心咧。大家熬早，大家平安出头天。今仔日呢真欢喜哈，接下来这节呢，咱主要是要讲这个台湾的教育哈。台语的部分呢，这是咱伫初级班的时阵会讲哈。咱即卖高级班呢，咱主要是要来讲这个教育改革哈，个这个教育台湾化啊，教育台湾化的这个重要性哈。咱。台生呢，要讲到这个教育改革进程呢，咱会先用越南做一个例，来做一个简单的小概。拄好最近呢，念年呢，二月二八，的这个纪念日嘛，念年到啊，哈。所以呢，拄好咱用这个越南呢，这个例呢，来补充说明，各位。会当对到即个咱台湾的历史会更加清楚。当然，即部分进前范式话有部分，少部分的即个中心，若听初级班的时阵，范式捌听我讲过哈。但是大多数我想应该是拢也毋捌听过哈。所以咱即呢，嘛会利用即个时阵呢，大声声来做一寡补充啊，接续落呢，咱再来讲即个教育改革甲教育台湾化的重要性哈。有关到即、這个。我想针对着咱台湾呢，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哈，1945年以后，台湾的这个国际地位到底是安怎？我想这部分伫咱秘书长以及其他真侪人的演讲内底，各位可能嘛拢真清楚，哈。迄当时蒋介石因会当派人来接收台湾，其实迄是麦克阿瑟呢，哈，联军统帅指派蒋介石代表联军来台湾呢。其实呢，上时阵呢，不止来接收台湾呐，包括越南、马是哈，越南的北边哈，北纬16度以上嘞，啊，北越的部分呢，嘛是由蒋介石派军队去接收日本军的投降。但是呢，对着这个，这个蒋介石派兵去接收北越迄部分呢，国民党久长以来拢唔敢甲人讲。包括咱过去读的教科书，伊嘛拢唔敢讲啦。吼，那照国民党的逻辑啦，吼，照国民党的逻辑呢，咱啊台湾如果是回归祖国，那越南也是回归祖国啊，是安怎伊拢唔敢讲到越南的部，因为呢，伊用赶出来，他被赶出来，因为蒋介石用赶出来，所以足见起来，咱即卖来看，迄个时阵到底是安怎呢？在这个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正式投降进程呢，这个越南的这个革命的运动者哈，领导者胡志明呢，伊真早就听到风声啦哈，因为伊在国际上对伫美国啦、法国啦、英国等等这些国际上的这些资讯哈，伊的这个甲国外交配嘛，拢真好哈，所以伊真早就听到风声，而且呢，伊知影讲哈，伊听到风声讲。战争呐，一个刷了呢，联军可能会将越南北边的交予蒋介石来接收，南边的交予这个英国这边来接收哈。真正的呢，
伫八月十五一个投降了呢，真正后来麦克阿瑟呢，伊就发布第一号的命令，哦，将台湾哦，啊个北边的越南哦，以及中国除了东北以外呢，这三个所在呢，拢交由蒋介石代表联军来接收。但是这交由伊来接收，并不是讲吼，这都厉害呢。哦，因为那教育老师讲吼，因为迄厉害，所以才让你接收。啊，那安尼，迄当时东北省啊，东北中国东北无交予蒋介石啊，是毋是？那照因中国的观点，啊，那安尼东北嘛毋是中国的啊。哦，所以呢，迄接收是反接收，哦，是毋是厉害？迄个另外一回事。啊，咱即来讲即个越南呢，迄当时呢，即、這个联军因真啊安尼做啊，当然即个胡志明呢，伊嘛真巧。哦，伊随伫安怎呢？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了，伊八月十五随发动起义，哦，马上发动起义革命。所以呢，咱即摆看咧，这是即个越南呢。伫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以后呢，胡志明因发动全国起义，伫大小城市拢甲占领起来。为啥伊要紧占领起来？因为呢，伊惊吼蒋介石若失败了呢，伊会霸占越南，无要走啦。所以呢，伊就伫遮，咱即摆看下这吼，这毋是我家己画哦，这是越南的即个因的博物馆内底所展示的。即摆这一点一点在大城市，就是迄当时呢，因一九四五年八发动八月革命，伫短短两礼拜之内呢，就占领全越南的大小大重要的城市。所以各位即摆你若去越南有机会吼，因的大城市一定有一条路叫做八月革命大道。咱在座的同乡有人去越南佚佗过，那有诶请举手者，啊有啦吼，哦未少哦吼，恁有甲注意无？因诶大城市一定有一条足大条路，叫做八月革命大道。后界人啊，甲你问我，啊，迄八月革命大道，伊诶由来是安怎？就是安尼来，伊伫短短两礼拜内底就发动起义成功吼。啊，当然伊发一方面发动起义，一方面安怎？啊、哦，伊呢一方面呢，就搁。遂宣布成立越南临时政府啦。哦，伊伫伊呢一方面发动起义，一方面宣布成立越南临时政府。啊，迄越南临时政府你也甲看，用现处时的角度来甲看，就类似台湾民政府安尼啦。伊就遂宣布，过来伊起义成功了呢，过当个月呢，九月初二，啊，一九四五年九月初二，胡志明因就遂宣布越南。政府成立，吼、哦，就随宣布啊，吼啊，为虾米因脚手遮紧？因为伊就是惊讲吼，啊，你蒋介石派军队去来了，啊，那万一人唔走要安怎？而且呢，蒋介石因伫越南嘛扶持真济，所有嘅越军呐，吼、哦，就是讲虽然是越南人，唔过拢徛伫中国迄边嘅越军吼，啊，所以呢，伊就真赶紧安尼要来处理吼、哦。啊，咱即卖看这个相片呢，这嘛是为越南遐吼、哦、说。摕到的真珍贵的资料吼，这就是迄当时呢，蒋介石哈，咱来看这个，先看这个图哈，伊这是这个迄当时呢，蒋介石因的派军队哈，为倒位去来，以及南平哈，英国军队为倒位去来，一个路线图。迄当时呢，蒋介石派超二十万，蒋介石派二十万的大军哈，二十万的军队去占领越南。迄、那个军队的数量是比台湾搁较侪几啊倍哦，哦，啊，另外这是因的这个蒋介石的部队呢一部分来到越南的海防是一个海港啊、哦，来到海港遐因伫遐集结，诶，一个相片哈、哦，嘿，对，后边迄个新闻，嘿，无唔对，嘿，啊，这是因的部队呢，伫遐行军准备要进入河内啊、哦，啊，这嘛是伫海防遐因的部队伫遐集结哈。哦啊，过来，这张是啥？内底有一个人，可能伊的名呢，咱台湾人应该嘛真熟悉哈，老一辈可能较熟悉哈。其中一个呢，哈、哦、啊，这个是胡志明，越南的国父啦哈，顶是因叫做北号哈，胡志明。边啊，这个是啥呢？啊，各位要看卖呢，这蒋介石派去的何应钦呐、啊、嘿，何应钦去越南接受日本军的投降。啊、哦，所以这相片，哦，这相片不是我画白画哦，这是真的越南民的，因留的档案留落来哈、哦。啊，这个啊，这是南平哈、哦，这个英国的军队哈，迄、哦、边、那个我迄个胡志明是南平的情形哈、
啊，过来，咱即摆看这相片是啥呢？啊，这是这嘛是华人迄边提供啊，哈，因为博物馆遐提供给我的资料哈。这是这个因的华人的游击队所做的这个通报器啦，哦，等于土制的通报器，你通报讲吼，啊，这中国党呢，这中国的军队呢，走到倒位哈，因要通报哈，因要预防就对啊，哦。啊，这个蒋介石派二十万的军队去比较越南、北越啦，哈，啊，发生什么代志？各位。恁用你的脚踏屋，或者是用你的肚仔，你甲想看卖呢？吼、哦，会发生啥物代志？比228较恐怖的代志啊！伊即、這个蒋介石因只个阿萨布鲁的军队翕伊呢，翕伊了伊安怎？哦，伊就讲吼，啊，我只20万的军队，啊，要食、要穿、要用，甚至要开，吼、哦，啊，要对来，当然你爱越南爱提供啊，你得爱甲你会当食、会当穿、会当用的拢交出来啊！黄金买落嘛，有遐贵重物件嘛，拢交出来。所以就啥，利用机会就是要剥削越南嘛，吼、哦，要摕伊钱，要摕伊粮食，吼、哦。啊，迄当时呢，越南呢，拄好战争结束，过来迄当时拄好，迄个修行无好啦，吼、哦，饥荒吼，无啥物件通好食，啊，无啥物件通好食的状况是，啊，佫爱把粮食交出来，交互你蒋介石的军队呢。哦，啊！伊个军队敢真啊，干那要饲迄二十万尔？其实伊是多多预算啊，摕愈侪愈好啊。为啥伊摕愈侪愈好？伊通去稳当去中国拍内战啊。伊甲伊来台湾嘛同款嘛。咱过去咱台湾米拢有够通食，三顿拢有够通食。但是中国党来了，伊就安怎？物件无够通食啊，哦对无？物价起价啊，对无？各位安尼记住无？起几倍？4万倍呢？哦，本来一粒便当啦，50块啦，吼、哦。40000倍变偌济，一粒便当讲变200万呐。各位，一粒便当200万，啥物人食得起？咱在座有人食得起无？当然嘛食袂起。你看台湾是一块变倍4万倍呢，物价通货膨胀变4万倍呢。哎、啊，当时越南的嘛差不多同款啦。所以呢，因只蒋介石军队来的接收啦，因来接收所有的越南的财产，所有遐粮食，结果越南人就安怎？无物件通好食啊！啊，无物件通好食，就安怎？就像这相片安尼啊，枵死啊！咱即摆看拢是越南人，枵死伫街仔路啦。根据统计，偌济人枵死？各位恁要看嘛呢？有偌济啊？200万人啦！200万人枵死啦！你若讲咱台湾二八啊，遐从受即个受迫害吼、过星期遐，话人讲2万3万。哦，上加5万，结果因是敢若枵死，就枵死200万人啊！哦，啊，这毋是我特别讲的，这是越南迄边因的估计统计吼、哦。啊，过来，因遮的这个军队迄边呢，除了要甲你抢物件吼，啊，过来纪律嘛足歹的啦，哦，坐车无要付钱啦，食物件无要付钱啦，拢足阿爸的啦，哦，这包括我进前嘛做一个调查，就是台湾人，迄当时做一。等于是日本军啊，用调去越南哦，战争啊，1945年结束了，伊留咧越南啊，因为伊个同伴足侪拢从遣送转去啊，吼、哦，遣送转去日本啊，伊要暂时因为当时交到一个越南的妻子啦，然后交到越南的女朋友，所以暂时拢留咧遐无走啊，伊个同事要走了，甲足侪伊个财产交送互伊，譬如有车啦、黄金啊，啥个就交互伊。结果呢，我根据迄个访问调查的资料，伊讲吼，伊遐。迄当时国民党的军队是来了，其中有一个军官啦，一个士官啦，哦，一方面就是逼伊爱甲财产拢交出来，交互伊啊。过来就是讲吼，因去接收的遐日本的遐一寡医疗器材呢，迄、那个军官因呢要共摕去变卖啦，把接收着遐物资要变卖，通个落藏咧家己落地啊啦，类似即种一面型阿爸的，即个代志一大堆啦，哦，啊，所以呢，迄当时就引起即中国军队即个。这歹的这个行为呢，就引起当地越南人真大的这个反感吼、哦。啊，过来呢，我像这嘛是哈，这是农民无物件通好食，起来街仔路伫遐分呐，伫遐做乞食了对啊。哦，啊这嘛是你哈，枵死的人用犁仔卡，用个车咧载几台，载去抬，吼、哦，这嘛也袂抬，这是放在路边尔，因为人太侪啊，抬袂了，无所在通抬啊，哦。啊，这嘛是这话死去了，
剩骨头，烂到剩骨头啊！啊，所以呢，各位，你若是话，你若是黑志明，你会变哪处理？咱拄则讲的，除了200万人夭死之外咧，伊搁较恶一个啥？政治上嘛，要甲你统治越南啦。蒋介石伊就讲吼，讲吼，你黑志明，你卡手遮咩哦？啊，你也遮巧，哪会知影我想要霸占越南？啊，你搁卡手遮咩？成立这个越南临时政府，啊，伫9月7日搁甲宣布越南独立。你遮紧害我单本来要甲你霸占呢，结果我刷单无机会呢。当然这黑志明伊卡手遐紧，目的是安怎？就是我先下手为强啊，先下手为强咯。我先讲先赢啊，对不？安尼时阵，国际上嘛较知影讲，我越南是有一个单，有一个政府对我有一个统一发言的一个单位。啊，那无我那来军粮无收咧，无人带头，啊，单素材你蒋介石恁要安怎就安怎。我单越南那变你中国一个省，那变中这个越南省咧，吼、哦。啊，但是这个蒋介石就讲哦，既然你都甲成立。这个临时政府搁甲宣布独立，无安尼啦。你国会议遐个议员呢？国会遐个席次呢？啊，搁有你内阁呢？遐内阁呢？中央内阁的阁员呢？让一半出来，啊，让上，当然让吼亲蒋介石遐个越干呐。啊，因着扶持，譬如讲越南国民党啦。所以中国国民党伫越南嘛扶持呢，扶持一个叫越南国民党呢。这个伊就扶持，包括讲你国家的副主席爱让出来，让好一个叫做黄海神的越南人啊，阮海臣哈。这阮海臣是啥？伊本身虽然是越南人，虽然伫越南出世，毋过呢，那就越南的角度来讲是越干啦，因为伊去参加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啦，去参加黄埔军校啊，对蒋介石就对啊。啊，本来想讲吼。那越南变作中国的一个省，伊就通做越南省的省主席咧。啊，煞想袂到迄个黑志明吼、哦，先卡手较早一步，先宣布越南独立吼、哦。啊，所以呢，伊就政治上呢，就想要介入越南的内政吼、哦。啊，当然，这黑志明就袂堪一啦，也讲好。啊，你政治上也要甲我统治，经济上也要甲我剥削，哦，当然伊就足生气的啊。但是生气是要安怎？你要怎么对付这200000的军队？那当时越南1945年，伊只有游击队尔，伊也无正规的军队啊。啊，你空手要怎么打那200000的军队？各位，啊，你应该想看卖，啊，那是你会安怎处理？那你会安怎处理？对啊，人讲要冤家相拍，你嘛要找靠山，嘛要找打手来跟你斗相拍，对无？所以呢，黑志明伊就伫遐不分。哦，这是油画，这油画嘛不是我画，这是越南的博物馆，伊电视的一幅油画哈。伊在底下部分的思考，当然是一个表，迄、那个一个隐喻啦哈。讲伊在底思考要哪对付这帝国主义哈。所以呢，后来伊就想了一步，伊就讲吼，要靠家己的力量独立困难，一定要有国际上的。诶，帮战哈，所以呢，伊就抓到即法国人的心理的弱点哈。因为咱知影伫1945年以前呢，即个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啊，法国人占领越南，强要到一世纪，强要到一百年哈。伊为19世纪末期遐就开始占领哈。啊，即个法国人呢，伫战争结束了，伊阁真想要讲吼，继续倒来统治越南。伊想讲，战争结束啊咧。我得继续等下通知较对个，啊是安怎你联军调工甲越南交予蒋介石去处理，所以伊就一心一意足想要等下继续通知越南，啊，当黑志明就抓到伊这个弱点啦，伊就假好洗去私底下找法国人讲，安尼啦，你哪会当帮我甲蒋介石赶走吼？我欢迎你越南继续等来通知我，我欢迎你法国吼继续等来通知我越南。啊，当然，咱也有一挂条件啦，吼，就是讲，你要回来会使，但是你军队呢，袂使伤济，你15000个就好，用你15000个来换蒋介石迄200000的军队。啊，过来，我越南要有独立的财政，独立的啥物或啥物，就是某种程度的自治，吼，自治的程度就对啊。啊，黑志明当然去甲伊讲条件，啊，法国人呢，伊听了嘛，嘛袂歹哦，吼，
所以呢，法国人就派代表去甲蒋介石谈条件，伊就甲蒋介石讲吼，讲安尼啦，你即摆吼，恁即摆伫内战，迄当时中国国民党甲中国共产党嘛伫内战嘛吼，吼安尼啊，啊既然你的粮食啊拢摕了够啊，该摕啊拢摕到差不多啊，吼，无你若乖乖啊为越南撤军啦吼，我呢就放弃过去呢，啊。即、这个中国甲法国签的一挂不平等的条约，过去一挂无平等的条约，咱个夫妇的准入煞啦，哦，啊安尼的时阵呢，哦，你只要退出越南，将越南让予我，哦，啊，即、这个蒋介石想想的讲，哎，啊，这嘛袂歹呢，哦，就是讲吼，伊即马要拍内战，伊嘛需要军队咧，啊，我看一万粮食拢摕了够啊，该摕拢摕到差不多啊，啊，这20万的军队嘛要调转来啦，啊，无我无够通用呢。哦啊、所以呢，尾啊，伊就答应哈、哦，答应这个法国讲，安尼伊就要退出哈、哦。啊，当伊本来就爱退出啦，因为伊的任务去啊，只是负责接收伫越南遐日本军尔嘛。啊，日本军接收了，你就爱走啊，你才有理由通阁继续留来啊、哦。你本来就是爱走啊、哦，所以呢，蒋介石嘛同意，所以才过当年1946年越南开始呢，伊的军队才撤退啊，所以这危机才安尼解除哈。哦啊，咱即摆看这相片，这嘛是越南迄边提供的吼。这是这个胡志明因呢，甲法国的这个代表呢签订，伫1946年3月7日签订一个洛桑协定啦。啊，就是咱拄则讲的遐个私下的这个协约呢，因有一下正式签字哈。啊，当然，这个胡志明伊敢真心是愿意法国人继续当来统治越南，当然也是。高不二种的苦肉计啦，啊，无法度啊！哦，你啊先把上主要的敌人甲赶走啊，哦，再过来对付其他的敌人啊，啊、哦，所以胡志明伊嘛讲过呢，伊讲吼，若要规世人吼，啊，即讲较粗鲁的，讲吼，若要规世人食中国人的屎吼，较输来骗法国人的臭屁嘛较好啦。啊，即胡志明讲的哦，吼，我是甲转述呢吼。啊，因为这确实嘛是历史因果，因为咱知影几千年来吼，这2000年来呢，过去中国捌直接统治越南一清党嘛，啊，过来越南虽然有独立王朝了呢，但是中国呢嘛是啊，伊若较强的时阵，就去要拍越南啦，就甲越南占起来，啊，越南嘛较强，佮佮拍转去，吼、哦，就佮独立安尼，拍来拍去，拍200，差不多拍2000党啦，吼、哦，啊，所以呢，这个越南人会使讲因上册。的人就是中国人，哦，又爱又恨，哦，就是安尼哦。好啊，所以这是有关的这个，哦，蒋介石因这个尾啊，后来才因为安尼哦撤退哦。啊，咱拄则讲的这不是妄加呢，不是我家己编的呢，这拢是历史根据的哈、哦。这伫越南的历史教科书啊、哦，咱即摆看哈、哦，这是历史哈、哦，历史就是历史了，哦，甲咱台语音作成哈，历史哈、哦，历史门海，门海就十字哈。哦因的高中的历史教科本来底拢有写着，哦，啊，咱个放大哈，像这高中历史教科本，尊巴哈，尊巴就是第三章啦哈，啊，伊讲迄个国斗战啊，保卫哇，西征简尽管忍住认真，1945年到1946年，哦，就是要为着咱的本土政权来拍拼，来奋斗，诶，这段历史，啊，内底拢讲着哦。包括这伊嘛写着吼，这段就是讲着北纬16度以上呢，蒋介石派20万的军队去来接收啦。所以伫高中的历史教科书内底拢有写。所以你若越南人若读到高中的，一定拢知影这件代志。所以伫越南人的心目中呢，蒋介石是好人啊，歹人？歹人吼，无唔对，嘿，咱同心嘿，真有共识吼。啊，中国国民党是好党啊，歹党？当然嘛，歹当嘿，嘿，这毋是我有袂讲的，这是越南人真正就是安尼啊。你看咱越南教科书拢有写，所以这就是吼、哦、教科书的重要，教育的重要啦。咱过去咱的今日是是，包括我家己嘛是呢。过去读的拢读啥物人的教科书，拢中国党甲咱教的啊，拢是迄中国党的观点的教科书啊。哦，啊，所以这就是教育的重要。哦，为这个，咱就怎样讲，教育是非常重要哈、哦。啊，后边这呢，哈、哦，咱过来讲哈、
越南过去是用汉字，你用汉字用了2000年，用足久的。啊，后来呢，从1945年以后，欧志明迄东西起来了，伊宣布废除汉字，全部改用罗马字。各位，你甲想看嘛？为啥伊要废除汉字？起码当然嘛袂强，吼、哦？为什么呢？其实越南罗马字是17世纪就开始有在用啊，一开始教会内底在使用尔。啊，法国时期来毛的推测一部分，但是呢，也无普遍。真正开始普遍是1945年，欧志明摕到政权了，开始全面实施罗马字化。为什么？因为伊要甲中国做区隔啦，要去中国化啦，要甲中国做区隔。各位，你甲想，伊那是继续用汉字啦，啊，怎解这个军队来哦，上赞的，拢看有啦。你的家路名、你的扛棒、你的人名，全部拢看哦，伊拢也免学啦，伊就看我是干那发音发袂出来尔，但是拢看有啊。譬如你我叫张一文，啊，就汉字嘛，所以张介石嘛拢看有啊，所以伊要甲你占领，足方便的啦。所以呢，我只能想讲，啊，那安尼吼，我即摆为着甲你做区隔，以防万一未来你中国军队若搁来吼，我至少你看无啊，上无你阿伯先开始学，等你甲学较好就。吹球拍死家己牙咧，吼、哦、啊！所以呢，伊就参禅决定好，全部改罗马字化。啊，所以伊越南会全部改罗马，足关键的一个时间点。为啥会伫1945年？吼、哦，伫这个9月7日，欧志明宣布独立了第六天尔，伊宣布独立了第六天，伊就随宣布要全面推行家己的母语，啊，佮要全面推行罗马字。因为伫法国统治的时阵呢，伊爱学啥？爱学越南话，爱学法国话啦。因为法国是因的殖民者嘛，所以你爱学法国话呢。但是伊独立了了，伊就宣布要恢复家己的母语，过来全部改用罗马字，通去甲中国做一个区隔。啊，那无吼，过去呢，中国遐读册啦，拢安那，拢读中国册啦。啊，你读中国册，无形中你就受中国的影响啊，迄种士大夫的观念。就足重的啊，吼，拢受中国影响，所以就是因为安尼呢，伊只传播吼废除改用罗马字吼，啊，伊随即欧志明呢摕着政权了，伊就随宣布，咱要推行国民的教育，吼，全民拢爱学家己的父母话，所以你来看，伊迄当时呢，像伫即呢，伫庄脚的所在，伊嘛咧教讲咱家己的父母话，免哪读，免哪写，吼，啊，过来像即伊的游击队，吼。伫荒郊野外，伫山顶，啊，穿插咧边啊休困的时阵嘛，伫遐学罗马字。你也看人对家己的母语、对家己的文化是偌坚持。含要战争的时阵，啊，也未太平的时阵，人着坚持要甲家己的母语、甲家己的文化甲传落去的。啊，人是这样啊坚持啊。好，以上呢，这是有关越南的一个例啦，吼。啊，为越南这地当，予咱有真大的启示，真大的启发啦，哈，就是这个教育本土化、教育台湾化非常重要。啊，咱若照目前这种吼大中国教育落去吼，教出来囝伊是拢变中国人啦。啊，对家己历史也无了解，对家己母语、对家己文化也无自信。哦，啊，拢讲你讲这个殖民者的语言尔。所以就是爱恢复，就是讲咱这个教育。哦，台湾化教育本土化非常重要。哦，啊，当然，咱这个台湾化本土化，唔是讲全部的人拢在学台语。哦，啊，你客人爱恢复使用家己的客语啊，原住民也要恢复使用自己的族语啊。啊，包括就算你很弱势的，譬如说西拉雅语，也要把它复兴起来，把它复兴起来。啊，咱台湾本土的族群、家己的母语、家己的文化，拢要把它恢复起来。为家己的语言、家己的文化开始，过来再去为身躯边、周边的这些族群的语言文化再去学起安尼，哦，这是咱未来的一个方向哈、哦。接下来呢，咱就要来讲啊，咱未来台湾哈、哦，这个、教育的改革、教育的台湾化到底咱要哪做哈、哦？啊，咱要讲咱台湾教育的台湾化哈、哦，咱这不是为人哈，为人讲啊，你这是心胸狭窄、狭隘的地方主义。甲各位讲，本土化还是台湾化，绝对唔是狭隘的地方主义啦，不是狭隘的地方主义。颠倒是啥？
等到是国际的潮流，反而是国际的潮流啊。在这呢，咱就要讲，咱的根据是啥？咱要教育本土化、教育台湾化的根据在倒位？在这哈，有几啊个？第一个是这个国际笔会，以及200+ NGO 非政府的组织呢。因伫1996年有公布一个世界语言权宣言，世界语言权宣言哈。啊，这个世界语言权宣言内底真长啦哈，你若上网络去查一下都有哈，包括有台语版的哈，咱嘛有甲翻译出来哈。啊，这个世界语言权内底讲到真侪，包括咱有母语的教育权、使用权，包括咱要号家己的名，用家己的族语来号名。譬如说，原住民要用自己的族语来命名，这嘛是拢合理的啊。啊，咱要即、这个咱的教育要教家己的历史、族群的历史、族群的文化，这拢是合理的啊。伫世界语言观内底拢有详细讲到哈。过、啊、来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呢，伊呢为2000年开始呢，伊嘛加2月21日呢，定做世界母语日，伊叫做 International Mother Language Day 哈、啊，世界母语日啊，每年的2月21日啊，啊多好啊，才前几工才拄过呢啊，啊这个、世界母语日伊嘛是在呼吁世界各国的人，包括政府呢，应该重视着这个语言啊，这个弱势语言甲文化呢，应该要消失去，伊的生存权应该爱给伊该保护，搁给伊有生存的权利。啊、哦，过来，伊伫2001年嘛是同款 ，UNESCO 呢，伊嘛公布一个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啊、哦，啊，这内底嘛是同款，伊嘛是一再强调，只个每一个语言、每一个文化，无论伊是安怎弱势，伊都有生存的空间。你袂当讲啊，因为伊都剩一个人伫讲尔吼，所以咱学校就不准伊。不准伊来用迄个语言来受教育，袂使。政府顶多是爱安怎想办法，爱请老师，互伊来用迄个语言来受教育。譬如讲，像阮台南，啊，即、這个西拉雅，啊，虽然讲西拉雅曾经迄个断正去，但是呢，咱即个台南的嘛真侪，真侪人呢，西拉雅后代呢，因想要甲西拉雅的语言呢，搁较复兴起来，因即摆嘛真拍拼，真努力，咱应该甲肯定。政府就要想办法讲好，我给你有学校，给你有师资，给你协助，给你赞助，给你协助，给你会当把家己的母语更加重新、更救回来，甚至更传承落去。政府是安尼啊，袂当讲啊，你这个语言就要死啊，吼，就准拄煞，而且啥物路用，袂当这个心态啦。哦，真正咱想，啊，这个语言得有啥物路用？哎，各位咱来想看卖咧，为什么联合国？伊一再呼吁讲吼，即个语言、即个文化应该要重视，特别是迄个文化多样性、语言多样性。为什么伊要强调迄个多样性？伊的原理是为对来，当然吼，伊的即个原理呢，是甲即个物种多样性是完全同款的基本的概念啦。各位咱个想看嘛，物种多样性、物种的多样性，为什么讲是真重要？咱个想，有个人讲，哎、啊，北极熊吼，即摆死甲剩一两千只尔呢，哦，还是讲台湾乌熊嘛，死甲剩无几只呢，哦，还是讲中国伊个迄啥物啥物猫熊啊，熊猫嘛，死甲剩无几只呢，哦，还是讲海鸥、海豚吼、象吼，像只个动物呢，话拢强要绝种，是安怎咱人来甲保护？有个人讲，哎、啊，北极熊啊死了，甲咱还有啥物关系？北极熊如果死光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有啊，有很大的关系哦。哦，各方面都很关系，一方面就是伊遐若死了，表示迄生态受到破坏，后一个受灾害有可能是咱哦。过来，咱来用一个较现实的，用现实的角度来甲看，那较现实的吼，凡是咱即马发明到一种某种药啊，伫治疗癌症的，还是讲治疗艾滋病，但即个药啊，得爱为北极熊的，譬如讲伊的肝啦、伊的心脏啦、啥物部位咧，遐抽炼出来，较会当提炼。哦，你若用较现实的角度来甲看的时阵呢，啊，万一若白鸡用死了，哇，歹势，咱这药啊都无法度通做啊。你若看咱在座有一寡较年长的、较资深的同事呢，咱拢会食健康食品对无？请问健康食品拢啥会做的？
拢嘛大自然呢，那毋是啥物鱼啊啦、动物啦、食物啦，拢嘛是大自然遐提炼出来，对无？啊，你食物件拢死了，我恁有健康食品通去食无？歹势无呢？甚至咱会讲吼，啊，这芳啊，迄蜜芳啊，迄芳一只囝细个只吼，啊，咱毋通看遐一只囝敢若无路用呢？这芳若死了，咱会安怎？有人讲哦，芳若死了，咱人类有一半的人爱死啦。为虾米？咱食物一半以上拢是靠芳呢？伊啊骨力拍拼吼，伫遐传播花粉吼，咱只要遐果子有遐遐物件通好食呢。啊，若只芳人死了，恁有才调无？恁有法度去传播花粉无？无才调啦，咱人无才调啦哦。所以若因为芳若死了伊咧，一半农作物都无法度收成啊。一半的人在夭死啊！啊，所以咱有当时啊，咧看讲，哎，死透要紧，拢是想过浅想啦。但是咱若较深深咧，甲想看嘛，咱时阵咧，迄个咱人是有伫代呢。所以维持物种的多样性，伊重要就是安尼。文化多样性也是一样，文化多样性嘛是同款。你若是文化单一的时阵吼，其实受害嘛是咱呢，受害嘛是咱俩呢。啊，当然迄。为什么受害是咱呢？啊、哦，真侪人吼，咱时间有限，咱简单讲一下就好。譬如讲啦，有个人讲啊，咱今仔都拢大家拢用北京话啊嘛，无咱就用北京话就好啊咧。哦，用北京话毋是较方便哦，啊要赚中国人的钱嘛，赚会过哦，伊十几亿的人口呢，各位用北京话用华语对咱是较好还是较歹？咱爱思考哦，嘿，咱东西拢真有共性，是继续卖。因为这个加工哦，加这个偏 X 法啦，哦，互相讲要签啥物免关税啦，吼、哦。啊，到底对咱较好较歹？当然嘛是歹，嘿。啊，咱来看，为啥是歹呢？你来看，咱即卖，咱拢想讲哦，啊，若用华语的吼，咱就当把咱的产品卖去中国啦。但是换倒转来，伊会当把伊产品卖来咱遮无？嘛会使呢？你看即卖遮济阿拉噶呢？哦，即中国啊呢，要来台湾，甚至要逃走来，拢足简单个啊！伊拢听你咧讲啥，咱要甲掠嘛，足歹掠嘞。哦，今仔日你若是一个，譬如讲越南啦、印尼啦，伊遐人走来遮，要掠好掠，歹掠。伊一开嘴听语言的，甚至伊嘛有困难，伊嘛毋敢乌白走来啊！伊来伊就听无嘛。这个遐中国阿拉啊，为什么咱遐看即几年？哦，表面上讲遐观光客愈来愈侪啦，哦，啊拢做摇摆咧，哦，诶，啊，这是较好较歹，歹啦。你来看，咱拢想讲物件卖过遐，但是你来看，即卖电视节目愈来愈侪，拢是啥？中国出的。为什么中国出愈来愈侪？伊都有计划营销啊，反正伊做迄成本，为迄十几万，为迄十亿个人人口遐个收就好啊。伊免费予台湾人看嘛，无要紧，安尼通啊啦，通证啦，予你台湾人全部拢看中国戏出啦，免费予你看嘛，无要紧啦。即部呢，毋是干中国安尼做啦，韩国嘛是同款啦。你前晚伫越南做调查嘛，足侪韩国出呢，韩国都拢免费予你看，啊无就足俗个，予你看，啊看看了伊个植入性营销啦，伊家己手机啊，家己化妆品，家己韩国个要卖啥物件呢，啊拢甲藏伫内底，啊你无形中。少年家看看了，就想要用韩国的手机啊，想要用韩国化妆品，想要安怎，哎，你就会买韩国货啊，啊，所以韩国货足侪，即卖就是透过安尼营销啊，啊，中国人即卖嘛有这波啊，啊，所以就加一寡中国拍的电影也好，电视也好，拢摕来台湾放嘛，伊免费互你看嘛，无要紧，反正呢，伊啊制作的成本拢有够啊，伊就为家十亿个人收就好啊咧，伊安尼通去做统战啊，啊。啊，咱台湾是开放民主自由呢，你啥物片台拢蛮无要紧呢。但是各位啊，你若咱台湾的一支片买中国放，伊敢会凊彩拢互你咧放映，互你上映，伊会心渣呢。莫讲甲电影，也是讲即个电视剧，含要出版册，中国教育嘛是叫心渣呢。甲过去中国国民党咧心渣共款呢。你若审查无通过，你是袂当出版的呢，甚至你阁用掠关呢。啊、哦，中国伊即摆阁有出版的限制呢，无像咱台湾讲，你任何你要摕土匪啊册来发行嘛，拢无要紧呢。所以你看即摆台湾嘛，足侪土匪啊册呢。哦，啊，阁来，你讲吼，譬如讲翻译，咱在座可能有个人
吼，读英文系毕业，吼，也是讲做翻译的工课。你有发现头路愈来愈歹做无？翻译的头路愈来愈少，为虾米？大家拢走去中国，找中国较俗啊。咱台湾你若翻译一本册，本来爱50,000块，伊去找中国的，找迄装卡的吼，伊讲30,000块就好啦，毋免50,000啦。哦，甚至三秘书的翻一本，搁送一本啦，吼、哦。啊，你有法度甲伊竞争无？无啦。所以你看，咱即马台湾足侪出版社，伊的翻译拢找啥？拢找中国安尼。啊，咱有头路无头路？歹势无头路啦。啊，中国人翻译敢来找咱台湾人？袂啦。哦，绝对袂啦。所以无形中，咱真倒是足侪工作权、足侪好康，拢由中国替伊呢。但是咱敢若戆戆想，哦，迄有十几亿的人口呢，十几亿的市场呢，莫讲啊啦。你就算做了较好啊，你若得罪着伊吼，你就随无头路啦。你看前一阵新闻媒体毋是讲迄个什么演艺界什么伊能静，吼、哦，伫中国，伊讲一句话伫声风啊某一个报纸安尼尔，讲到。方列做黑名单，袂使过去演出啦。你也看，包括进前，比如讲阿妹呢，吼、哦，因为唱到迄个中华民国的国歌尔，吼，迄个毋是台湾国的国歌呢，敢若唱到中华民国国歌尔，迄边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较禁嘛，就无爱互伊去啊。你也看，因是迄种独裁的国家呢，你敢是咱敢有平等的基础来伫互相做成无啊？所以你若用华语的时阵呢，其实呢。对咱来讲无较好呢，啊、哦，好啊，这各位当再去思考啦吼。接下来咱就继续来讲到这个啊教育台湾话吼、哦。啊，咱拄则讲到呢，世界语言馆吼，啊，各个文化多样性宣言吼，咱举几条例啦吼、哦。譬如讲，世界语言馆第27条就讲到吼、哦，所谓语言社群拢有资格来教育伊的成员，和因。会当得到甲家己的文化传统的相关的语言的知识，譬如讲会当作为伊社区的惯习用语的文化甲圣言，哦，伊就讲到咱有这权利啊。过来，世界语言馆第28条伊嘛讲吼，所有的语言社群拢有资格来教育伊的成员，互因会当彻底了解家己的文化的传统，是甚么款的传统，包含历史。地理、文学甲其他文化标准，所以咱若要学台湾历史，应该无，本来就应该啊。过去中国党甲咱阻碍，无爱互咱读台湾史，干呐要叫咱读中国史尔。啊，咱若要了解台湾的文学、台湾文化会使，本来就是应该啊。这毋是啥物新兴客，嘛毋是讲啥物狭隘的地方主义，这颠倒是国际化的现象啦。哦，过来第29条，伊嘛讲。人人拢有资格用家己所住迄个所在，伊较通行的语言来接受教育。譬如讲，咱啊伫泰雅族啊、台谚伊的部落内底，你的小学甚至到大学、部落大学，你都拢当用台谚作为第一个优先的教学语言呐。啊，你若是伫百万的这個部落内底，你有权利用百万的语言优先来作为教学语言呐。啊，你若是台语的社区，当然你有权利用台语来受教育啊。你若是合法客家的社区，你有用合法来受教育的权利啊。用母语来受教育的权利，但是这样过去拢无啦，拢去予这个外来政权甲咱剥削掉去。所以咱拢爱甲这个权利还予咱人民哦。最后呢，啊、哦，这部分哦，咱拄则讲的呢。这是针对着讲，国际上，人联合国 UNESCO 咧替咱背书啦，啊，联合国咧替咱背书，所以呢，咱就是根据这几个啊宣言呢，要来进行咱台湾的这个教育改革甲教育的本土诶，这个台湾化吼、哦。接下来咱来讲啊，具体上，咱是要咱来做啊、哦，啊，咱这个教育理念甲目标哈、哦，当然咱未来的这个教育就是无分性别。哦，党派、族群、阶级、哦，年龄、岁数、哦，啊，宗教，啊，搁这个庄稼甲城市这个差异，吼、哦，啊，搁这个身心发展的差异，这呢，拢无应该，吼、哦，来影响到学生的教育观，吼、哦，咱拢爱平等对待，吼、哦。啊，咱的这个教育的目标呢，咱有列一寡基本的教育目标，吼、哦。第一个就是讲，咱咧培养到认同咱台湾。
啊，以身为台湾人，真做真公平的这個、新的国民啊。啊，因为过去呢，咱这六十几年来呢，拢是用经济灌输，讲啊，咱是中国人。哦，啊，这咱来恢复哈，咱恢复真做这个土地顶头的主人，就是台湾人啊。过来，咱来培养着国民的这个人民的精神。啊，甲素养，通去传承，去发扬咱台湾的本土的这个文化哈。过来，啊，咱来培养有独立思考、民主素养、甲法治观念的现代公民。啊，过去中国党伊的教育，简单讲是启智的教育啦。咱知影啥叫做启智的教育哈？阮细汉较善吃，阮阿公阿嬷拢会启智啦吼，啊，拢在打在喷。啊、哦，迄喷就是缩水哈，当甲醇的迄食物呢，哦，啊来饲猪，哦，啊猪饲有大只，通啊啦，通趁大钱，通提卖嘛，哦，所以基本上呢，中国国民党过去即几冬来，中华民国教育拢是饲猪的教育尔啦，就是互你饲，互你大只大只，通啊趁金，通啊卖安尼尔啦，通啊叫你替做代志，做奴才啦，伊毋是要互你真做会当独立思考的公民啦，所以即咱未来拢爱改改，哦。再来，咱要培养尊重着文化的差异，甲欣赏文化多样性的海洋国民。啊，这是因为咱这十几年来呢，开始有真侪，特别是东南亚的这些新移民哈，比如越南啦、印尼啦、泰国啦、菲律宾，真侪这些新移民，这嘛已经几啊十万，啊，到达移民来咱台湾。啊，我想这咱嘛用正面的态度来看待哈，这嘛是真好啦哈，丰富着咱台湾的文化。啊，譬如讲，啊，咱过去罕咧食着越南料理咧，啊，即摆满街啊路拢是即个越南的小食店哈，越南小吃店哈，譬如讲越南的即个面叫做粉哈，越南河粉哈，啊，即讲越南的润饼糕啊，越南迄个一种春卷啊，像这呢啊，拢是真好的一个现象，而且这呢未来嘛是咱台湾要安怎要做国民外交真好的人才啊。但是咱过去拢敢想讲，哦，这造成咱的负担，哦，啊因含这宝宝妈都袂晓，哦，啊是要怎教因囝？宝宝妈本来就爱废掉啊咧，哦，宝宝妈袂晓较紧，哦，虽然伊袂晓，但是人遐越南话咧，人遐印尼话咧，啊无咱会晓袂，对无？哦，所以迄个是用中国人的观点咧讲，看轻东南亚遐新移民，哦，其实这是无应该。啊，即因毛因搞的，因的专长的所在啊，啊咱得尽量发挥，还发挥因。尊重的所在，因的好的所在哦。再来，咱来培养具备全球的视野，甲关心全球化议题，即个世界的公民啊。啊，再来来提升咱国民的素质哈，然后增加国家的竞争力哈。再来爱注重着受教者即个个别的差异啊。啊，再来激发着伊的潜能啊。啊，咱过去呢，拢是一种饲鸭的教育啊。啊，饲猪啊，饲鸭啦吼，就填鸭式的教育呢，啊，拢叫大家拢真做同款一模一样的，哦，叫你坐咧，你就袂当徛咧，我叫你徛，你就袂使坐咧，哦，这种吼，敢那咧地母啊教育，这嘛袂使咧，哦，咱都爱针对每一个学生，伊个别伊的兴趣、伊的能力，爱个启发，哦，像我细汉呢，我做袂爱读册啦，所以我细汉成绩做歹，啊，我细汉从来毋捌想讲我会当做个教授咧。嘛，毋捌想讲我会当去美国读册，读甲博士啦。爱、啊、就是安怎，就是国民党的教育歹啊。伊就拢饲鸭嘛，拢地母鸭嘛，伊无去互你开发嘛。上课拢叫你来讲北京话，叫你作文来用北京话写。啊，阮兜都要明明讲台语的呢。哦，去读册进前，我袂晓讲北京话呢。时间好才开始互强迫才学北京话呢。所以我对北京话就无啥会晓，啊嘛袂爱讲呢。但是你叫你作文，就爱用北京话写。咱台湾人当然嘛写袂好，常常拢写六十分呐，哦，常常拢互老师骂呐。当然，你着对这个语文无兴趣。啊，过来，伊读个历史，拢叫你背中国啥物吼，三皇五帝啦，啥物伊个当时过身，当时我当时出世，我都毋是要做伊孝男哥，我背当时出世，当时死是要创啥，对无？哦，拢是个。不管痛痒的，侬教咱都无时代，背遐年代，唔知要创啥，这就是过去的教育失败嘛，所以变成害我都袂晓啦。真正的，我是一直到大学的时阵吼，无代志了，才开始有通，你知道？
真正才开始重新去想讲，原来历史唔是安尼读个啦，唔是安尼教个啦，原来语文唔是安尼啦。所以以前我大学我是读机械系呢，虽然我即卖是做语言甲文学研究哈，大学我细汉是想要做即个爱迪生呐哈，做理解，就是我来讲吼，和老师甲第一用者，你着感觉对人文的无趣味啊嘛，想阿拉无来做爱迪生好啊，还是到我大学因为去舞这个台语社，我大学就讲做一个台语社吼，台语社内底当然爱学台语吼，过来对家己的这个土地历史、伊的文化、伊的文学，咱得去了解。原来我讲，原来历史是安尼读的，原来文学是安尼看的，唔是你死背啦，较早写作文啦，两个人啊，一个就这个孔阿囝啦，讲孔子啦，大概在写孔子安怎讲啊，过来一个吼，一个什么？蒋介石嘞，什么蒋公啦吼？我想讲，奇怪，我嘛姓蒋嘞，伊那是蒋公。我阿公都无叫蒋公，是安那伊叫蒋公。反正伫咱以前写作文，都拢爱写着遐啦，对无？足无理的嘛！你若叫你背遐空啊囝的话，我这无意思啊！你唔得爱予人会晓独立思考，唔是干那死背遐物件。所以咱的教育足大个问题啦！就拢种灌模的教育嘛，拢是欺压的教育。所以这呢，这袂使。好佳哉！迄当时我有母，有重新用家己的母语来认捌着咱台湾，所以重新用家己的母语来认捌台湾，伊的重要性就是安尼。我迄当时若无母台语文吼，无来接受着即个母语的读甲写呢，可能我即摆伫工厂做工尔呢。我较早读机械的嘛，结果到去工厂上加做一个工头尔嘛，对无？好。过来最后一个，咱的这个目标呢，就是讲，当然要加强学生强健伊的体魄甲人格发展好，以上这是当然这是较抽象啦，较抽象、较抽象的一个理念吼。过来，咱就要讲较具体，咱的政策上要哪做吼。咱的这个政策规，当然啦，这咱是一个初步的规划啦吼。未来当然咱嘛要照着咱在座真侪同心。在教育领域还是在文化领域也很尊重的我们的同心呢，未来也是要协助希望可以跟我们到协助来规划我们现在这是初步先有一个初步的一个方案我们列出13点的一个规划一个具体的政策第一个就是要强化到我们台湾语文历史地理跟文化的这个国民教育因为我们是要教育台湾话嘛，所以这部分我们是上优先要来做的有的人如果没听过我们初级班我的课的同心有的人说台语文台湾语文到底是可以读的也不能写会啦台语也可以客语也可以原住民的语言也可以譬如说像这我们这个西拉雅虽然说他曾经这个那个灭证去那个语言那个断证去但是呢好佳哉，咱迄当时17世纪的时候留下即个文献吼，这是用希腊语话所写的马太福音。即卖呢希腊语譬如讲像即个乌马因呢，因即个要恢复着即个希腊语语言吼，真侪拢是根据即个马太福音来吼。过来像这呢，台湾府城教育部咱台湾第一份民间家己办的报纸，就是用即个台语的马字来写的吼。过来穿这客语的嘛有啊，合法的这个客语的圣经嘛有，伊今年呢，应该算旧年啊，伊旧年嘛佫有新版的出来啊，有新版的，伊有用汉字甲这个罗马字对照的方式佮出版所以基本上拢是有啦只是讲咱过去就因为咱是中国式的教育，所以对着台湾的语文、台湾历史都无了解，是安尼的像这呢，咱这个，咱嘛有甲，这是咱两当前的，迄当时文学馆委托我来做的吼，甲他百外当前的一挂用白话字吼，就是台语罗马字写的，遐的报纸也好啊，杂志也好，册也好呢，咱甲印出来，印迄较有文学性的文章甲印出来咱佫重新甲分类吼，咱嘛有这个选集吼，台语白话字文学选集。这一套五本，有散文啊、诗歌、小说、剧本、台译，就是翻译的文学，还有文化论述、甲启蒙，这五大类，
啊，像这呢，咱有用着原文白话字，就是台语罗马字，以及汉字，对汉字甲罗马字合要写的这种形式，重新阁出版吼。各位若趣味，上网络去查都有吼。所以其实是真多吼，但是咱因时间有限，咱就无要详细介绍吼。所以基本上台湾语文的书写真早就有啊啦。啊，咱甚至是比中国五四运动更较早，咱就已经用白话来滴教育，来滴创作，来滴出版啦。哦，啊，所以呢，咱未来呢，咱会阁加强着台湾语文啊、哦、这部分的教育吼、哦。啊，咱未来规划呢，咱会分作台湾语、台湾本土语文甲国际语文这两大类啦哈、哦。啊，这个台湾本土语文呢，咱会主修甲副修啊，兼一项。啊，就是讲咱未来为小学、小学哈，为幼稚园哈、幼稚园呢，甲小学开始呢，咱这个好好教育哈、啊，本土台湾本土语文爱修两个，一个主修，一个是副修哈。啊，譬如讲呢，你若住伫客家庄，譬如讲你若住伫美浓哈、美浓的所在呢，啊，美浓遐95%以上拢嘛讲客语的，当然你得优先先经客语啊，哈、啊，经合法啊，啊，过来。美浓的边啊，啊，譬如有讲台语的人好，你才去讲台语，所以你得优先先选客家语，然后再选台语，或者是选台湾，或者是选其他的语言，啊，啊，所以咱有一个主修跟副修也用于的是安尼，啊，啊，过来，咱这个国际语文哈、啊，国际语文呢，那英文当然是必修了啊，但是除了英文之外呢，嘛还个副修，另外一种语文啊，啊，当然。啊、以咱的条件来讲呢，当然上好是修日语啦。但是咱嘛是吼，吼、哦、咱的学生有较侪选择啊。你要修日语、修华语、越南语、泰国语、菲律宾语拢会使。当然，你只要伫学校有开的原则之下，啊，咱鼓励伊会当加修较侪种无同的华语哈。啊，其实呢，爱多元，就是讲吼、哦，有的学校去修越南话，有的人有的学校去修华语，有的学校去修印尼语，有的学校去修泰国语。安尼时阵，咱台湾靠各种无同的外语的人才啦。啊，若无吼，咱即卖台商，你若讲要去东南亚，譬如讲你要越南做生意，啊，你越南话袂通的时阵吼，你是要甲人做啥物生意，拢着爱透过翻译。啊，讲到这呢，我嘛搁要补充一个，你若去譬如讲啦，去越南袂用越南话，吼、哦，会食亏呢，是安怎食亏？你啊看人日本也好啦，韩国也好吼。因呐派员工去越南要上班吼，第一当拢免费帮伊出钱、出学费，叫伊去学越南话，学起来上班。甚至因嘛越南，即个日本呐、韩国嘛，足侪学生哦，大学的时阵就去越南去一当，吼、哦，当然不止越南，当世界各国因拢会鼓励因去，去遐游学，佮学当地语言。但是咱的台商呢，大多数吼拢无要学啦，真侪头家是拢请翻译的啦。啊，翻译有两种啊，一种是请越南人吼、哦，啊读中文系，吼、哦、讲越南啊会晓越南话甲中文。另外一种是请迄个中国的留学生，因为伫越南嘛真侪中国人去遐留学，哦，啊伊就请中国留学生。啊，叫这两种拢有问题呢。然、啊、后我听这个伫越南投资的这个台商伫遐叫的对啊，吼，伫遐 complain 啦，吼，讲吼，啊这呢。请这吼、哦，请因做反应呢，结果做者机密拢互因知影啊！啊，过几工啊了呢，过几冬啊，伊若是过若甜了，伊就去另外开一间公司甲你竞争啊呢！哦，譬如讲你去对采工啥物货吼，伊若毋是甲你私底下要甲对方摕口面上，啊无就是过一站啊了呢，伊就去开一间公司甲你拼啊！哦，所以你着食亏嘛。但是你也看人韩国、越南、韩国啦，还是讲日本呢？因会请家己人呢，啊，请家己人的时阵呢，就较袂有这种情形啊。包括呢，譬如讲，这个中华民国派驻伫越南的，诶，这个办事处、代表处呢，嘛同款呢。因内底大多数拢袂用越南话啦，啊，外交官咧做假的啦，你讲话袂用当地话啦，啊，无便办啦，伊请的足侪员工拢请越南人，所以呢，中华民国吼，迄、哦那个台北办事处、台北代表处吼，驻、哦、越南的迄台北办事处。敢有啥物机密？无啦！你都有啥物机密？人越南员工都拢知影，都泄露出去啊！人中国大使馆是安怎做恁知？听讲中国大使伫越南的中国大使馆，因请员工全部拢中国人，大家拢遐越南话咧。因为中国人一当几啊千人，
甚至上万人诶，伫越南伫学越南话啊，因为有边界嘛，因边境诶贸易真旺嘛吼、哦。所以人诶大使馆是安尼做呢，伊无要请越南人，伊讲哦，我请你越南，我足侪业务诶机密你拢知影啊、哦，所以我人都拢毋免监听，完全你诶资料都拢互知影。所以人中国大使馆是安尼呢，敢若即种走路政权吼，即、哦、中华民国，伊就含即外交就无心去经营，啊，即就是啥？就是过去迄种国语政策害咱的，拢想我学北京话就好啊，敢若袂输讲学北京话就足牛啊，毋是啊，哦，所以咱未来咱嘛爱培养着咱的囡仔呢，国际语言除了英语之外呢，哦，即摆毋是敢若讲英语就有够啊，即摆拢是 English 再 plus 其他的另外一种的语言啊，哦，那所以就是讲，咱鼓励囡仔有各种无共的外语的能力，啊、哦，英语之外爱有无共的语言能力，哦。啊、所以咱拢总，咱就是分做安尼吼，本土语文甲国际语文，啊，拢是一个主修，一个副修吼。啊，有个人会讲吼，啊，这学遮侪语言，啊，会火气袂，啊，袂啦，放心啦吼，袂有这个问题啦吼。譬如讲吼，像这个马来西亚呢，嘿，马来西亚遐华人，平均一个拢四五种、五六种的语言呢。哦，因为马来西亚伊基本上你来会用马来话嘛，哦，啊，过来英语嘛会通，啊，过来话福建话、广东话、客话、潮州话，凊彩加加拢五六种呢，哦，啊，所以呢，基本上你若是自细汉呢，有予伊学习的机会的时阵，袂造成困扰啦。啊，即就即个语言习得哈 ，language acquisition 啊，语言习得的角度来讲呢，无唔对哦，就是讲你若细汉，予囡仔呢。有这个语言学习的这个机会的时阵呢，伊拢会当足自然，大家学起来，足自然就会晓啊。啊，这部分呢，即看起来就语言习得吼，因为咱时间有限吼，这部分我就无要详细讲，可能直接跳过啊。简单讲就是，咱拢会感觉学外语困难，迄拢是因为你已经大人啊，啊，无就你已经较侪岁啊，较袂学，吼，就会较困难。但是你啊，为细汉的时阵呢，就较教。基本上，你要会用四五种，迄种毋是啥物困难啊，主要是环境的问题呢。哦，这部分语言是伫那跳过哈，请这呢，我补充一下哈。诶，啊这算了，跳过去啊。好，啊，过来，咱第二个政策哈，咱拄仔讲的是加强台湾语文。过来第二个政策就是要设立这个台湾语文的这个推行的委员会哈。当咱的台湾语文包含着咱原住民啊，包含原住民各族群的这个母语哈，啊，个咱客家啊，个台语这哈，拢是咱台湾的这个语文哈。啊，咱爱有这个推行的委员会啊，因为过去呢，这六十几单拢是啥，拢推行北京话尔啊，啊，咱爱个变怪啊，咱未来爱推行这个咱本土的这個台湾语文哈。啊，当然有真侪细节啊，譬如讲爱制定语言评定甲发展法。啊、哦，原平等法啊、哦，啊，过来增加这个台语的电视台啊、哦，啊，过来咱这个未来呢，国会议会拢要有同步翻译啊，啊、哦，这上基本，特别是国家级的这个议会呢，国家级的国会呢，应该要有同步翻译啊、哦。你看像中华民国这作恶一个啊，啊、哦，基本上伊也无甲你顾虑到你有使用无同语言的权利，拢是假设你拢讲北京话，啊，这是无理啊。咱未来像这国会啦，吼、哦，议会啦。啊、哦，中央也是地方的，应该会场拢也许同步翻译，爱保障每一个人伊使用本土语言的权利。比如讲，若有人要用西拉雅的语言来发言，咱应该甲肯定，袂当讲啊你讲的我听拢无，咱来准备一个翻译就好啊嘛。安尼才会当保障着伊使用的这个权利，而且呢，安尼嘛将带动人学西拉雅的语言。那刚我讲。我学这才有路用啊，才有头路啊，上无我有当去做翻译啊。你要有迄个路用，人毋才会学。啊，若无吼，伊讲啊，我学这个语言，敢若甲阿公阿嬷咧讲就无效咧。哦，所以呢，咱这个同步翻译必然嘛爱做吼。啊，过来，咱来做这个语言的标准化、甲现代化的工作吼。啊，佮有进行建立这个台湾语文的这个能力吼，甲这个教学能力的这个认证的制度。啊，再来奖励出版，啊，个奖励推广，啊，个奖励用这台湾语文来创作文学啦、艺术啦、歌曲、电影，
哦，啊，佮有即个报纸、杂志，哦，佮电视等等哦。啊，佮来啊，真侪啦吼。啊，即咱着，我想即个着先跳过啊吼。佮来咱第三个即个政策啊，具体政策着是爱整顿大学个台文个相关个系数吼。现处是各大学才有20几个台湾文学、台湾文化、台湾语文相关的这些系数哈，但是这些系数呢，大多数拢是吊羊头卖狗肉啊，拢挂羊头卖狗肉。大多数呢，一半以上呢，拢是中文系霸占去的，就是伫抢资源的啦。哦，就是讲伫过去伫阿扁的任内呢，哇，当然伊有功劳，有毛贵势的哈。啊，伊伫这个啊。在他的手里有成立各大学有成立20几个系数，或者是说学院啊，譬如说这个客家学院啦，或者是说原民学院啦，或者是说台湾文学系，当然他的大方向是很好，用意是很好，但可惜呢，他可以生孩子，不能顾孩子，这些科学，这些学院生出来了呢，他没去顾到说，这书主什么人要来教拢有一挂海啊，有一挂乌拉木齐的人哦，霸占去，大多数拢来自中文系啦。啊，咱嘛知影，伊个中文系吼，伊就咱，伊就拢甲只物件资源霸掉，啊，拢继续就是个多囝多孙呢，来咧霸占只个资源。所以伊教的内容其实呢，拢是啥，大多数拢中国观点的啦，拢用中文系中国观点来咧讲台湾的历史，来咧讲台湾的文学，来咧讲台湾的语言啦。啊，这真大个问题哈、哦。所以话。当心啦，较无了解，想讲，这台湾文学敢是足大牌？无一定啊，啊、哦，无一定哈、哦，真正大牌剩无济啦，差一成尔，80%拢是假的，拢是中文系伪装的、伪装的啦，啊、哦，啊，这真济内幕，咱拢知影吼、哦，所以这里边咱嘛是要整顿吼、哦，咱时间有限，咱干那记一个例就好啦吼、哦，譬如讲啦吼，讲这个陈方明啊、陈方明哈、啊，近代。台湾文学所的所长陈方明、陈方明呢，吼、哦，啊，咱来看近代台湾所哦，你看，伊的硕士班的入学课，吼、哦，爱考啥国文，伊的国文是啥？是北京话，唔是台语文哦，吼，过来爱考英文，台湾文学史、文学理论甲评论，过来中国文学史啦，讲要考台湾文学所，讲着搁考中国文学史啦，伊的意思讲吼，咱台湾受中国影响真深啊。啊，那教的逻辑，哎、啊，咱买科日本文学史啊，对不？咱嘛受日本的影响足深嘛。啊，咱买科美国文学史啊，对不？啊，咱买科英国文学史啊。恁有人唔捌听过莎士比亚以上不？大家都冇听过，对不？啊，那咱买美国文学、日本文学、英国文学都买科。所以呢，各个人嘛爱更爱考中国文学史。过来哦，伊的这个毕业的语文哦，毕业时要求爱两种语言的能力开始毕业。一个是英语一定爱吼，这咱无意见。伊讲过来爱有第二外语，就是英语之外的外国语。啊，你用台语会使无？歹势袂使。你用客语会使无？歹势袂使。啊、哦，伊要求你要英语以外的第二外语的能力，但是无要求你本土语言的能力。伊敢外文系？嘛唔是啊，爱是台湾木六所呢，啊太安呢。哦，啊所以这就是足奇怪的现象啦、啊、哈。啊，这种现象呢，足严重的吼，所以这未来咱拢爱改善吼。过来，咱第四点，咱来海外设立这个台湾的语文中心吼，台湾的 center。即卖中共呢，因伫海外设几啊千个这个孔阿囝学院啊，孔子学院。啊，咱未来呢，啊，这其实是包括譬如讲韩国啦、日本啦，因嘛正积极伫海外拢会设立着，譬如讲日本中心、韩国中心吼。未来咱台湾嘛应该爱设立台湾语文的一个中心吼。时间有限，咱来快速吼。过来第五点呢，咱是针对这个国民的这个师资吼，爱改造吼。现处时的这个国民教育的师资嘞，全部拢爱改造吼。就是未来这个老师吼，唔是讲吼换政权了就继续教啦，歹势无多啊，爱重新考牌。哦，啊那无呢？这换汤不换药啦！哦，你换政权了呢，就甲阿扁迄个时代同款啦。你所有的老师，拢学国民党迄套起来啊，学的拢是中国历史，学的拢中国语文甲中国文化。
伊教学生，伊要怎教台湾历史？伊要怎教学生教台湾文化？伊要怎知影这个啊？咱台湾的这个本土的这个文化物件，伊无法度啊。所以咱未来呢，这现有这老师呢，拢爱重新考牌，重新认证啦。啊，你爱知影台湾的历史，台湾的文化啊，台湾的这个这个地理啊，有关教育台湾化这部分呢，爱加强，爱确保。教育台湾话会胖一点，啊，那无呢，绝对失败啦！哦，你佮干嘛同款呢？佮甲以前迄套大中国佮摕来教囡仔尔套好，啊、哦，所以只个即个师资呢，未来拢爱去改造哈、哦。啊，咱也有一个期限哦，就是伊还可以进修，过来就是爱认真过，较会使哈。当然来设一个期限哦。啊，过来呢，啊，咱的即个实施即十二年的国民教育，佮即个大学的即个免费的教育哈。哦啊，过来推动这个幼儿的学前的这个义务教育吼，比如讲即卖真侪人经济歹啦，哦，都唔敢生囝咧，哦，造成咱未来台湾人口可能会负增长，会愈来愈少咧，哦，啊，所以咱未来应该政府爱提供这个学免费的这个幼儿的教育吼。过来第八点是爱提升这个高等教育的这个品质啊。啊，过来推动这个国际的学术的交流啊、哦！过去呢，在中华民国的教育体制之下，伊推晒拢是中国研究啦，哈、哦，讲好听啦，什么中华文化哈，诶、哦，国际研究啦，哈、哦，拢是推晒种甲中国有关系啦。这咱拢爱解决，吼、哦，咱未来咱是爱推晒台湾研究国际化，譬如讲有关台湾原住民的研究、台湾客家文化的研究、台湾。啊、哦，荷兰人的研究等等吼，推动这個台湾研究的国际化吼。过、哦、来呢，第十点，咱来限制中国的学历跟学术交流啦。即卖伫马政权之下呢，拢调工拢补助呢。你做中国人，颠倒免学费呢，颠倒较好康呢。啊，台湾囡仔呢，读册颠倒都爱去贷款呢，爱助学贷款呢，那是足无公平。因遐学生来。食好住好，啊，咱颠倒就是爱去办贷款的，足无公平吼、哦。啊，足侪拢嘛，加少学术交流，其实是呐，配合统战呐，真正着配合统战呐。因为我伫生态内底教，我拢知影，常常嘛发问来鼓励，阮着爱去甲中国做啥物交流哦。吼、哦，啊，互遐学者来吼，食、哦、好住好吼、哦，啊，做轻课安尼，啊，这拢假啦，伊拢是咧配合统战呐。所以呢，伫中国无放弃武力来侵犯咱台湾进程呢，这拢也有限制啦，袂当无条件开放啦。哦，伊若要无条件开放，无要紧，伊就是放弃武力侵犯咱台湾，哦，爱承认咱台湾应该有个国际地位吼。过、哦、来，咱爱推广这个教育甲终身的学习，哈、哦，这部分咱嘛是爱加强哈。啊，过来维护着身心障碍甲发展较慢的这些人也受教管，哦。啊，过来，最后一个就是咱来提供着这个新移民哈，因一个搁再教育的啊，受教育的这个机会哈、啊，因为有一寡，比如讲为越南来，还是为东南来的这新移民的，可能伫当地啊，因可能是较弱势哈、啊，家庭较散差，较无机会去受教育哈，有、啊、可能含小学嘛，读无毕业嘛有啊，啊，所以咱应该要搁提供伊。即来受教育的即个机会哈，啊，除了这部分之外，咱拄则嘛讲过，因虽然可能啊学历较低，哦，还是讲对台湾无了解，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讲，因对因的母国是相对来讲是较了解哈、啊，对越南、对东南亚等等是较了解。啊，这部分咱嘛要好好运用，哦，好争做咱未来国民外交的一个先锋，啊，一个桥梁，啊，即咱应该好好运用着因的专长的部分哈。啊好，以上呢啊，这是针对着咱台湾的这个未来教育改革哈、哦，教育台湾化的一个初步一个规划啦哈、哦。啊，当然可能要真侪熟悉的所在，啊，这嘛是咱未来呢，嗯，望咱较侪同心会当来做伙来拍拼哈、哦。啊，我这节课咱就先讲到这，啊，若有啥问题，咱等下私下再过来讨论哈。感谢大家，谢谢。加嘞！